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样识别那个蜂王好不好的问题呀、啊，因为啊，这个蜂王特别重要啊。我们看呢，一般是从它产卵方面来看呢、啊。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，啊，怎么样看呢？一般一个好的蜂王呢，它产卵呢是特别大便的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就算呢，这个边呢，边角角这里啊，它都是产的特别大便的，啊，这个就是好的蜂王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从它产卵的频率来看呢。一般来说，好的蜂王呢，它是没有像这些啊，一个花的啊这一些啊蜂巢啊，它们好的蜂王呢，就是像这样子，这么一个蜂窝，一片一大片啊，都是像这一种的，一出的就全部出了。啊，就算了，它中间这一点呢，是那个蜂头的，旁边是那个幼虫的，啊，到下次呢，它就要调换过来，反正它都是一片一片出的，这样子的蜂王呢，就是比较好的蜂王啊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像这一些的蜂王啊，就不是怎么好啊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蜂王给换掉啊。